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提起庄子，大家都会想到庄周梦蝴蝶的趣事。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《锦瑟》一诗当中，以一句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更使得庄周梦蝶的故事成为了庄子留给后人的典型印象。在老子逝去300多年后出现的这个逍遥不羁的读书人，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为后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烙上了深深的道家精神的印记。庄子，名周，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和文学家，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，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，后世将他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尊为老庄哲学，代表作品为《庄子》，其中名篇有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等。这是有关庄周梦蝶的故事。那时，庄子在蒙城做漆园吏，工作很清闲。有一天，他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在迷迷糊糊间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在天地自然中翩翩起舞，无拘无束。当庄子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恍惚，竟分不清究竟是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。在如梦似幻间，人蝶不分，物我两忘。庄周梦蝶的典故出自庄子《齐物论》，这是作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庄子所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。人无法确切地区分真实与虚幻，先秦诸子中庄子是特别的一个。如果说儒墨两家的思想起于人世，止于人世，那么庄子则更重于对人世之外的世界和人的内在本质的探索，从更高更广更本质的维度关照人生，用敏锐的感官而思想去发现生命之道。所以直至2000多年后，东施效颦，螳臂挡车，庖丁解牛，仍然能为今天的人们指路引航。在庄周梦蝶中，庄子将人的存在问题设置在梦境里，他分辨不出自己与蝶的真幻，反映出庄子感觉个体渺小、无知而不自由的悲观。因此他不禁感慨：渺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。庄子重生真是而执着人生，所以更觉人生短暂又难以把握，难以认清。所以当他在人生如梦的虚幻中迷失后，便有了一种失落与哀愁。但具有浪漫自由精神的庄子却不沉沦其中，反要在现实感性生活中超越他所认为的人生的悲剧。或许是我与蝴蝶的梦让醒来的庄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，如何能够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，这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。逍遥游出自庄子第33篇，全篇都充斥着丰富的想象，怪诞却又奇特，洋溢着浪漫的色彩。庄子一生所追求的顺其自然无所依，自由自在地生存在天地之间，是否只是个缥缈而虚幻的理想呢？庄子一生贫穷困顿，但他却是从内心里鄙弃权势名利，力图在乱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。楚王曾派两位使者携重金去请庄子，希望他出任楚国丞相，但庄子丝毫不为所动，仍专心地在浦水上钓鱼，放走了这飞黄腾达的机遇，冷冷地把使者打发走了。庄子曾说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他认为真正的美就在自然之中，所以在亦真亦幻的人生旅途中，庄子始终远离俗世的烦恼，在天地中感受着美的存在。在《逍遥游》篇中，庄子用自然界中的鸟兽虫鱼讲述了许多个故事，用以呈现他所向往的逍遥的境界。在庄子的笔下，鱼化为了飞鸟，冲天而起，鸟可以自视甚高，互相嘲笑，
人有俗人、智人、神人、圣人之分，他所想象的境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个成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，以游无穷的境界，除了庄子，又有谁创造得出呢？逍遥游的字面之意，是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自在的行动，而庄子一生所追求的逍遥，应该是精神上的完全自由。庄子认为，若想获得逍遥，人的想法和行为必不能受到任何主观、客观条件的限制，而人们受到的这些限制，都来自于人自己的思想认识。如果人们能够认为自身其同万物，忘却与外在的一切差别，直到忘记自己，做到彻底的无己，才能真正的获得身心的自由。能做到无己，就不会计较外在的功名利禄，不在乎自己的存亡得失。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阐释，同时也是他形象化说理的文学风格的体现。庄子认为，生未必乐，死未必苦。人的生与死只是物理的过程，与其他万物的消逝是一样的，是自然的现象，不可抗拒。有了这样的生死观，对于身后之事，庄子就更为豁达洒脱了。在临终前，庄子的弟子们打算筹集一些珠玉器皿来厚葬他，庄子却反对说，把我扔到荒野就行了。我把天地当作棺椁，把日月当作帘壁，把星辰当作珠玑，万物都可以成为我的陪葬，哪里用得着再加上这些东西？弟子们说，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啄食先生的遗体。庄子说，在地上会被乌鸦和老鹰吃掉，埋在地下则会被蚂蚁吃掉，交与他们就好了。也许只有这种超越生死的会悟，才最终成就了庄子的思想境界，让他的心灵有了最终的归宿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一座埋葬千年的春秋大墓，一经发现便引起世人的注目。令人惊叹的防盗技术，让它历经劫难却依旧完好。巨大的青铜镬顶，显示出墓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。黄土地下埋藏着遥远年代里的传奇故事。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赵青墓。